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小可爱吗？哈基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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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拿美露多，阿西卡，阿西卡，阿西卡，哈雅库纳鲁，哈基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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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拿美露多。很少有人看过这种复古轮，更少人知道它是一台禧玛诺。主体上没有熟悉的禧玛诺铭文，只有在泄力盖儿上有一个小 logo。 这种 logo 只在70到80年代使用，只有老谢的专业目光在他身上认出了真正的宝藏。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，接受一个全新的复古鱼轮道集合。老谢已经收集复古渔具很长一段时间了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另一台，这真是一个真正的罕见。老谢解决了他尺杆和线杯底座的发抖问题，也解决了大齿盘和手柄的发抖问题，还有逆指开关的发抖问题，都加了垫片。天哪，这么多发抖，没办法，对那时候的轮子就是这样的态度。无所谓了，这些的对堆不是问题，这些都能解决，改一改一下就 OK 了。复古渔具万万岁，特别是老谢最喜欢的禧玛诺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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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家乡的你努力和他敢跟我分享你